要赢，告别有什么意思啊？花招百出，纵横娱乐商场，刘公正。我要的就是一进大世界，抚养并串间，都是轻松轻松。为了救家业，靠着独断手腕称霸上海娱乐圈。破釜沉舟的事儿，只有两个结果，要么大赢，要么大败。洋人堆里吃得开的统光夫，我顾业成想做的事儿没有做不到。心狠手辣、仗义疏财的顾业成，看三个生死至交的兄弟如何闯荡黑白两道，纵横官商勾结之地。动荡年代，雄霸商场，未来娱乐台，上海，上海。